我请在座各人见证，我陈光辉愿意你洪彩恩，愿以你陈光辉为我合法妻子。And I said, who?你好對佢喎，嚇，不如真命真命券交俾你咯，你湊佢咯。我一定會引佢肥肥白白噶啦。我哋親戚咗五年，經歷過好多嘢。我係雖然冇乜錢，但我都會將我最好嘅嘢俾你。未來無論幾多嘢，我都會幫你頂，保護你。我希望今日你会全心全意咁相信我，将你交付俾我。我希望你可以俾我入嚟接你出去过门啦。我爱你，洪彩恩。我愿对你承诺，从今日开始，无论顺境或是逆境，富有或贫穷，健康或疾病，我将一生一世永远爱你，保护你，珍惜你。直到永永远远。